会动起来，我爱动起来，我是林奕文，来关心棒球消息。原定在3月5号到6号在东京巨蛋举行的2022台日经典赛，因为日本疫情升温的关系，在中华职棒跟日本职棒联盟协议讨论之后呢，决议暂缓。台日双方都考量到球员的安全健康问题，以及避免防疫措施影响了选手后续的调整，决议2022台日经典赛暂缓举行，期盼在未来疫情趋缓之下，两国的职棒联盟有机会再次的交流，维持双方深厚的情谊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生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